他是国际影坛最为观众熟知的东方面孔，从影64年参与影片超275部，走遍全球5大洲近30个国家，获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影最高荣誉，创下华人演员主演好莱坞电影的票房纪录，是首位获奥斯卡电影终身成就奖的华人演员。Proud to be Chinese。2023到2024年度，他参演的2部影片在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上映，孜孜不倦地将中国声音、中华精神传播到全世界，获得 M 观影团82.4%的观众推选为最具国际影响力影人。年度国际影响力，成龙。祝贺，有请电影人成龙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。同时，让我们有请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文联原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张红颁发荣誉。有请。有请张红书记为成龙先生颁发荣誉。有请二位。现场的朋友们，请你们用最大的热情欢迎成龙先生来到荆州。谢谢张红书记，请回席落座。荆州的朋友们，我终于来了。如果你们记得，就是10年前我说我将会来荆州，这是10年之约，今天终于来了，但是一直就没有吃过你们什么面线、什么小鸭。我现在已经叫我的朋友，因为我刚刚是3个小时从武汉开车过来的，我还没吃饭，我这个完了还有3个小时回去，我在车上吃，已经叫他们买了。这次来我要感谢的是电影频道给我这个荣誉。国际影响力不单只是褒奖，更多是使命。我很幸运，因为电影和中国文化让我有机会能够通过荧幕和全世界的电影人、电视观众相遇。我始终相信电影是一种不分国界的语言，它让我们的心意相通，让全世界更团结，更加有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次谢谢成龙先生。当然大家也要支持成龙先生新的电影，就是《传说》，期待着影院再次相见。